如何使用粉底液？粉底液在我们的底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。粉底液使用的话，它的作用就是遮盖瑕疵，突出面部的一个肤质的一个特质，然后会使皮肤看起来比较有轮廓感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我们就教大家如何来使用粉底液。因为模特的脸，它首先的话它是比较白皙的，所以说我们用粉色调的粉底液，刷子是用的粉底刷，然后根据它的皮肤的一个走向来上妆。少量多次的进行一个上妆。找到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动作一定要慢一点。可以用粉扑绑粉底液，夯实到我们的毛孔里面。轻轻的按压。每一个粉底液的质地不一样，要根据不同的质地去选择自己打的一个方向。底液两边的话，就是轻扫的方式去打。因为粉底刷的话，它刷出来的话难免会有那个纹路，然后我们需要用海绵把它的纹路给它抚平。一个粉底的一个底妆已经完成了。